主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上帝的道，领受的范围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。这段圣经这样跟我们说，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切双面的剑较利，凡拿魂甲神、骨质甲骨髓，无唔插入化开。心内这念头甲注意，也无唔监察。骨所创造的，伫伊的面前无一项看捌，就是万面显开露出，伫审判的面前。人的有限性，互咱家己捆绑伫自我的世界，咱却唔知。咱若是要用有限的智慧来看上帝，咱就无多看去上帝奥妙。今仔只有上帝道，也是上帝话，会当突破人的有限性，互咱眼光会当开阔，互咱认捌真正的自我，然后来亲近上帝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充满上帝的丰盛。上帝道就是耶稣基督启示，互咱来看见，嘛互黑暗中的人来看见真光。上帝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上帝道也是无所不知的。上帝明白人所一切，所以讲伊的刀要插进人的心上内面的所在，甚至是魂甲神，甚至是骨髓甲骨质，以及人内面所有的念头。今仔日上帝刀一方面是福音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嘛是公义的审判官，要咱知影咱要行的路是怎样。所以上帝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伊讲亲像双面的剑，骨较来，所以伊会判断人心中的欲望，甲咱的意念。所以这支剑的功能，就是要加出咱生活中间的尊节。但是今仔咱来想，这支剑如果唔是用来自我反省，就可能成做批评别人的器具，甚至成做杀人的工具。所以今仔当咱领受上帝道的时，咱应该谦卑来看家己，唔是用家己所欢喜的来解释这个真理。咱要不断来调整家己，和咱的价值观拿来拿亲近圣经所教示，和咱信仰甲生活一致。无这，咱就容易加做异端，家己却唔知。咱看亲像当初是亚当夏娃犯罪了后，因就秘伫园的内面的树中。底下要来显明上帝的面，因之所以唔敢面对上帝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惊家己上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。有时咱咧想，什么人愿意将家己的唔对显露出来？什么人愿意将家己上污秽一面，互人来看？今仔只有上帝都伫咱的心中的时，伊才有度来改变咱，咱照着真实来看见家己。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，不承认自己需要其他的困难来帮助，所以人会拒绝上帝道来遮看自己的罪行，这种方式来多想上帝的话。诗人这样说，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上帝话要引出我们的路，让我们行的事合在所受的恩来应跟他。愿上帝话放在咱的心内，引导咱所行的每一个路径，咱当心来记得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将你的话语收束伫世间，予阮有限的人来看见上帝你无限的祝福，予阮借着主你的话语来看见头前的光点。祝阮相信你的话，亲像双面来一剑，要插入阮的心中。让人的欠缺，人的软弱，在你的面前都显现出来。主，我知道人的欠缺和不完全，只有你的话要引出我们。求你让我们谦卑来领受主你的教示，谦卑来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所做中间照主你旨意。求主你加添我们教育的气力，让我们所听所讲所行都得到你的欢喜。愿主你赐福我们，我哪认捌，我就哪谦卑，哪谦卑就哪愿意行出所做。我求你来顾恤我，引导我，
头前所行的路，求主你赐福我，我来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